嗱，華佬今次帶你哋嚟啊，回龍居常平出名嘅食燒雞，係啦，入嚟啦 ，OK。又是我華佬，好悶咧，係咪好煩啊？又是我華佬，但係介紹食嘢就唔煩嘅，因為呢度咧常平嗰間叫匯龍館，哇出名燒雞，地嚟噶，嗱指甲就留香，哇，再加埋杯天字一號，果然色香味俱全，哇頂啊正啊！哇！嗰啲汁，呢個汁，哇！等陣食埋一嚿先。而家冇批黃牛嘛？好唔好食？哇！睇得住金鐘罩。睇得住另外一種屋。豬頭豬嚟，又唔得啦。嗰人係椒椒鹽，椒鹽乜嘢你都食過，但係椒鹽豬雜你又未食過啦。呢啲係椒鹽豬雜。嗱，講到呢個咧，呢個係好啊。冬瓜大魚腩，大魚頭，呢個又好嘢啊！都係匯龍居嘅，都係匯龍居嘅精品。唉，呢、這個老闆磨豆腐，老闆娘係啦，老闆娘磨豆腐，好嘢啊！呢度係豆腐磨豆腐，華佬磨豆腐，佢磨得特別滑嘅，咁啊！酒味俱薄，招呼唔到教主，嚟同阿教主飲杯。飲杯，咁啊多謝教教主。能夠得到跟隨教主嚟到常平品嚐美食，令我人生一大樂事。好。